么算？小的一小的60，大的120，好吃啊、哦！一个大的。好啊，老板要一斤这种的吗？还是要我这种的？150的。150的，这比一斤的还要多。好吧，这这个。这个吗？好啊，做150吗，老板？啊，150，啊你肉另外帮我加。这样放着，像这样子，因为它铺在上面，然后盖起来。铺在上面，你另外帮我装，另外帮你装。哎哎，对，因为我妈妈不能吃肉，哦是哦，啊我另外装，你另外装，我回去再加。今天好吃哦，加，好不好？加。我要喝加油杯哦。那你的话，你的母亲要吃还是我？如果我肉放一边呢？它会比较方便吃吗？好啊好啊，您是跟您母亲一起吃的话，可以，要不要我把肉放在这一边？好，然后妈妈吃这个这一边油饭的部分。好，他都给我弄那边。你这个是什么市场啊？这个我这个叫大舞台菜市场。好，嘿，大舞台菜。这个是。其实我们这个菜市场算是很古早的市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知道很老啊。因为有货盘啊，现在很少人还有这种帆布货盘。我很久没有过来了。谢谢。刚好经过看看。放这边这样。好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加一点香菜？好啊。好，谢谢。香菜可以，香菜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就放中间了。好。香菜放中间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要不要？来加点多少？别点多少？我这大舞台菜市场。谢谢啦，这很好吃。哎呀，我手工捧回，真正好食。老板，一盒就好了哈。哎，一盒就好了。不要筷子。不用，餐具不用。不用哈。好，谢谢你。不会。我们每天都在这里，只有星期一休息。那星期一我们这个市场也会比较少摊位，因为。星期一没有杀猪啊，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加150，收老板500元。你好，小姐，看看喽。是油费哦。老板这边我找您350元，谢谢您哦，谢谢。拜拜。你的寿喜了？对，全素的。我包括好不？对，要安那生啊，安那生。生生吃的，阿个白，阿个生叶的。好。阿无吃，你家呢带菜几挂？哎，那个日本黑豆，我倒啊。那个叫做日本黑豆，你个工作要安那干？那我白蓝毛去。阿要偌济？不然200好了。你们分工分做做，男的做伙啊？男的我见，我见吗？应该我见吧。啊不，然后我你先我加分钱好了。对啊，不介绍工作啊，分做伙了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高雄大仁路临时摊贩菜市场是位于盐城区大仁路和建国四路交界，因为这是一个用满满的旧帆布搭建的临时菜市场，但说是临时，其实已经存在了超过50个年头，就在大舞台戏院旁，可以说是见证老盐城区繁华与没落的历史。大舞台菜市场是从早上6点至下午1点，每日凌晨约3至4点会有人来搭设帆布摊位，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更是可以看出老盐城人的精神所在。Thank you.
你听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有空下来不？来了不？你要吃啥？汤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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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给我们加油一点。
看到没有？都给你钱了。我一个，一个吃一盘了后，就家己去买啦。来，干嘛？我给你找来啦。快吃饭。过来。